海豹那边肉要太多了。噔，亚历闹事。在二十四，指挥官超难得。干在哭你啊！跟你说不准讲，之前他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。跟你说不准讲，还要讲。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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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难。我现在连平板都拿不到，他这是不是一定要 perfect？要频繁了吧？哟西，嘟嘟嘟，耶！看，全破没有奖品，啊，就只是全破而已。过啦！大连人。
苏塔洛特 ，Welcome Welcome Welcome，Thank you for subscribe。哦，我妈破了这款游戏了。乌塔里德普雷，可是我没有第二只摇杆，它上面一定要有 Wii Remote， 我忘记干了。忘记看遥感啦！这个二十三不知道是什么，丘比特。原来是这种玩法，哇！就这样，这么简单。会不会最后又赢？One two three four。One two three four。太快啦！抓不到拍子啊！干，这是海马赖人吗？也太快了吧！真手酷，真心的。哦、不射了，不射了，气死我了！三十二个金牌哦，去打金牌啦！哎、欸，玩那个好了，超爆表。太难了吧！
么脸？但我觉得这关真的很难耶，好他妈难的，没有了，就平凡了，看评价就可以知道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想办法拼几个金牌。这个还比较好玩，而且蛮好听。哇，又要射啦！是不是？玩一玩就射了，看起来没过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还那边的。叮叮，还有什么可以玩的？轻轻松松，是不是？斯基里，还差六个。哦，这个打 perfect， 感觉打 perfect 还蛮难的。来练这个好了啦，我就觉得这首歌还蛮好听的，可是就是很难猜。
OK。OK。你要这首歌吗？要 perfect 超困难。我音乐开大声一点来打好了。还有没有机会过 ？OK。音乐大声一点之后就可以了，因为这首歌要背，因为它有一些地方的规律不一样，拉了这么一米，频繁。OK， 再试一次。